知道了我的秘密，谁都别想活着出去。可恶，我动不了了。火眼金睛，感受痛苦吧！快离开这儿！滚！头，还是联系不上大副。跳跳那边怎么样？受伤的动车人正在接受治疗。跳跳，我这里马上完成。好的，修复骨钉还在传输中。大副他们还是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我没那么容易死。你们就是黑里，可惜没能炸掉要塞系统。好在我把定位芯片留下来。快离开这儿！没事就好。这个就是要塞掠夺的心脏，能吞噬任何能量。还有6个小时，要塞掠夺的心脏就会完全苏醒，地球将成为它的囊中物。我们必须在此之前摧毁它。国公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对策？嗯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。小凯，根据计算，我们需要在5秒钟内集聚一座城的能量，一击即中。它不是能吸收任何能量吗？能量急速汇聚就是一颗无形的恐怖炸弹，利用这颗炸弹毁掉掠夺。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背水一战，我们没得选。事不宜迟，立即部署计划。是是。我们需要做什么？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战。是啊，失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去伏击城了，待会见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。哟吼，前进！校方长官和顽皮大师在下棋。大副，加速，我们可不能错过黄昏的落日。走了。下棋要专心哦。如果失败了，地球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。
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我又赢了。再来，我就不信赢不了你。我是不会输的。玩游戏还是我在行。输。不好。完了，他们肯定又要散架了。红剑，我第一次看见你笑。美丽的女生不会多愁善感。万一……不许胡说！他们也来看日落了。让他们见识一下美女冲浪。你们怕吗？啊，不怕。漂亮，冲！满意。我为了伏击城，胡子都白了。老古董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还年轻得很。老长老，你在写什么？我是飞人长，当然是记账了。哦，加入了动车侠小队，我甭提多高兴了。这是一份荣誉，更肩负着责任和使命。我抢着执行任务，不是为了抢风头，是想把更多的危险扛起来。就算失败，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。有动车侠小队在，就没有失败。我来了。即使粉身碎骨，也要坚定走下去。
的吗？你加油啊！妈妈，我怕。很快，地球就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美味的地球能源，我的胃口足以装下你们。好的，明白。已经作答完毕。猴，各处能源调集已经全部完成，能源输出系统准备就绪。伏击城呢？准备好了。局长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核爆能量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用核爆能量弹？动车侠的攻击更具穿透性，而我们需要的是消除能量体，这是最有效的武器。消除表层这些能量交织点，削弱要塞掠夺20%的防御力，我们才能一击击中。准备战斗。每个火箭炮里只有两枚核爆能量弹，根据瞄准镜定位发射。明白了，简单易懂。大家的精气神不赖嘛。长官，长官，大副，交给你了。伏击城的勇士们，今天我们集结在此，和人类并肩作战。我们抛弃了隔阂，团结一致，共同保卫地球。我们为生存而战，为家而战。每个人都是英雄，生命属于我们。守护和平，动车人出击。红剑，你是最棒的。等我回来。他和美女有点不太搭。该出发了。你们要小心啊。回头见，美女。红剑，我俩并驾齐驱的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柴油机也是很强劲的哟。明白了，莱索斯的苍蝇可真不少。
机。年轻人，枪还是老的辣，看我的！干得漂亮！哇！说再见吧！瞄准目标，一击即中！不好！躲开！也要干掉小丑掠夺！干掉小丑掠夺！就剩一个点了。什么？你们都没炮弹了？我们也没有了。我还有一枚。你们全部向海边撤退！文天灵，冻结光束炮！竟敢袭击我的能量保护层！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！哎呀，这可怎么了？出动了！是动车人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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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动车人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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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必须把他引到海上击毁，不然残骸会毁了成员的。明白。小丑掠夺，打不着我。打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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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继续啊！你们逃不掉的。尝尝这炮弹的滋味。炸掉保护罩！动车人，全部撤离！准备发射！你们在耍我吗？启动定位芯片！什么东西？东经120度，北纬35度。距离地面18千米，发射。